水下气体开庭。水下机器人操作手，打开水下井口主阀翼阀，打开断塞流补给器生产阀。现场操作员确认阀门开关状态。报告中控，生产阀门开启到位。火炬点火。点火成功。平台入口压力正常。启动压缩机，收到。启动成功，天然气开始外输。